标题娱乐圈的五位美男子吴亦凡、导一蔡徐坤第二，而他比女人还美。娱乐圈内高颜值的男星比比皆是，个个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而被称为美男子的明星也层出不穷，下面就来说一下五位美男子的排名。第五名吴亦凡，中国说唱界大佬，演技常年在线，五位美男子中倒数第一名，是最近在中国新说唱中吸粉无数的吴亦凡。2012年作为 EXO 成员出道，虏获了不少少女的芳心，回国发展后参演了多部电影。老炮中他饰演富二代谭小飞，作为歌手出身的他在老炮中的表现得到了冯小刚导演的认可，网友们也肯定了他的演技。2014年12月确定担任致青春二，原来你还在这里男主角程正和神仙姐姐刘亦菲饰演情侣，他饰演的程正真诚善良，还有着丝丝孩子气，对爱情的执着感动了一众观众。最近由于他在中国新说唱中频繁使用 skr 该词，就成为了网络热词。不得不说他在网络上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第四名王俊凯，年少出道唱歌演戏，两不误成功考上北电。王俊凯在美男子排行榜中排行第四，长相帅气，唱功惊人。2013年的他以14岁的年龄出道，担任 TFBOYS 的队长，他们的青春修炼手册红极一时，传唱度非常广。小小的年纪不仅唱功好，演技也一直在线。不管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中的巫童，还是超少年密码中的夏长安，亦或是青云志中的林惊羽，他都将其饰演的深入人心。就在去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继续演艺道路，相信经历北电的洗礼后他会变得更加耀眼。第三名鹿晗，当红流量小生，粉丝阵容十分强大。鹿晗和吴亦凡一样，曾是 EXO 成员，在组合里面担任主唱领舞门面担当。他长相清秀，脸很精致，怪不得能在美男子中排行第三，他仿佛是小鲜肉流量小生的代言词。个人微博单条评论创世界吉尼斯纪录，重返20岁饰演单纯热爱音乐的向前进。我是证人中与杨幂同为目击者电视剧则天际中饰演逆天改命的陈长生，在和关晓彤公布恋情时微博连爆三条，可见其在娱乐圈的影响力。和女朋友关晓彤出演的电视剧甜蜜暴击刚刚结束，虽然在豆瓣评分只有 2.9 分，但不少粉丝还是很支持他的剧。第二名蔡徐坤，娱乐圈的新晋黑马，进步迅速，潜力无穷。偶像练习生 C 位蔡徐坤早在2012年就因参加向上吧少年出道，后参加真人秀心动亚洲成功进入全国前15强。今年爱奇艺重点打造的中国首档偶像男团竞演养成类真人秀偶像练习生中获得最高票数，从以前的婴儿肥和秃牙变成现在五官精致棱角分明，可盐可甜可攻可奶，简直是当之无愧的美男子。最近新发了专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单曲 Wait What What 不仅在国内取得很高成就，更是登上外国音乐榜单，可见其作品之优秀。微博粉丝已经有了1000多万，期待他在娱乐圈越走越远。第一名周瑞，他长相美国女生，实力也有目共睹。周瑞看过偶像练习生的网友们都知道，偶像练习生中不仅蔡徐坤是高颜值，还有一位叫周瑞的小哥哥，长相精致俊美，气质出众，